人都没标记，应该是黑市黄金。明晚9点有船，走吧。你应付得来吗？ 犯人你不抓，专整自己人。费警官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就是这些黄金害了你们。我已经不想回头了。你宁愿冒着生命危险都要抓他？ 我求你，告诉我阿德在哪儿？这样是在求人吗？